目前为外贼。情欲意识，情欲，内贼，只是只有主人翁心心不昧。心不昧，独坐中堂。贼。化为家人，化为我们来前进，
耳目见人为外贼，情欲意识为内贼，只是主人翁心心不昧，独坐中堂，贼便化为佳人矣。菜根谭语，颇能洞悉人心也。人云春，吾岂真？